二十九届传艺金曲奖最佳这个底下的一些专辑还有个人奖项的这个公布啊，大家要敲鼓鸣锣。麻烦老师。好，那我们就是从这个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开始，入围的有南凤轻声、南声社南管音乐专辑、台南市南声社。好，第二个是松竹梅，听见郑思声，有缪斯艺术文化有限公司。好，第三个是请听台湾土地的声音风景，缪斯艺术文化有限公司。第四，辗转三思，陈燕珠精选南管专辑，是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第五，一生只遇王海玲经典唱段选粹，台湾豫剧团。好，我们恭喜以上五个这个入围者。